大家好，为各位介绍这么一张商品。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呢是千大 EPIC 所制造的这个一个精致水转印的这个商品。这个是由千大 EPIC 所制作，然后呢这个是标准的一个精致的一个水转印。那这个水转印呢，以千大来说呢，选择的是一个这个手工制作的水转印，而并非一般机器制作，所以在这个手工上的一个涂布喷涂，那大家借由影片可以看得到，那甚至呢可以反光看得到这个麦克叔叔我的影子哦，都可以看得到。那因为呢水转印呢表面是一层这个精油哦，跟一般烤漆一模一样的精油哦，所以呢它可以打蜡哦，也可以呢不管你是用研磨型的蜡或是一般型的蜡都可以来做这个保养自己的爱车哦。那基本上呢是非常方便非常简洁快速的哦，不会有这个像一般树脂哦会容易磨伤的一个情况。那这跟汽车磨车一般的烤漆是一模一样的哦，一个外表涂布。那中间的部分呢是一个水转印的部分，那我们各位看到呢这个是黑色哦，这个墨黑的一个低款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传动盖的一个部分呢是采用这个EPIC 使用原厂的一个商品哦，原厂的一个零件来做一个水转印哦，事后的一个加工。那原厂呢本来是个黑色的一个塑胶件，那我们看一下哦，可能就是如同这个目前各位所看到一个厚土组的地方哦，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黑色的一个部分。那经过呢老师傅来制作的一个水转印的一个部分哦，形成像各位目前所看到的非常好看。那这个部分呢EPIC 来说都是采用原厂的一个零件制作，那颜色呢也非常好看，有四种颜色哦，然后任您选择，不需要交换，直接买断哦。希望朋友们可以到麦克仓库机的精品来做一个选购，谢谢大家。